最后中信兄弟是以4-3来击败了魏全龙队哦，在王威城这一次的再见安打出现，也终于是终止了这场的二战。哇，12局的延长加赛，没话讲，对，终于等到胜利了哦，就剩一个出局数，满垒打出安打，太关键了。而且这一球击出去了，两好球以后，对，这球击出去之后，王威成就值得一定是安打了，打得很平了，对，就已经是首次将球被扑到什么？恭喜王威成，所以这就是棒球了哦。这王威成是也好久没有拿 MVP 了哈。